全是这句话。はっきりと尖閣列島は日本のものであると、台湾の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。一句钓鱼台是日本的，不是台湾的。消息传回台湾，引爆政坛大地震。新党更主动按铃控告，罪名就是违反刑法104条的外患罪。过去的总统出卖自己国家，到日本去勾结外国人出卖台湾，我们都有责任来维护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。递交刑事告发状，新党大动作提告，国民党立委也酝酿修法终止李前总统的卸任总统领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